I'm a traveler. I've been wandering for a long time,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those brave, adventurous souls before me, living on my instincts, finding out what it really is to be alive. Beijing, the urban jungle, forces you to come to terms with yourself, your humanity, your fragility. But as the months melt into years, you begin to forget. Forget your home, your friends, and yourself. I no longer know where I am, or where I've been. I just know the things I've seen and done have changed me. I can't even remember the last time I've had a warm bed to sleep in. I've had to resort to scavenging for food. Where am I? What am I doing here? Sometimes I feel I will never find my home again. That may be true, but I found a place much better.其实旅行者在这乐队的概念不是说你说我们要去旅游多少个地方，我们不是一个tourist，其实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旅行。每一个人从他生命开始的时候生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旅行了，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我叫Yunggiema，我来自西藏林芝地区，我是一名门巴族。我是因为从小的时候呢出生在新疆。 因为新疆的整个它的一个文化背景呢，是一个多民族、多元素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姓文，我叫文峰，单名峰，烽火台的峰。然后就也是学音乐的，我来自湖南。我叫张志，然后从小是出生在新疆伊奇克里克。我们这个门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的东南地区。 然后是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那个谷地，然后喜马拉雅山脉的这个谷地这一块，我觉得民族的东西，它很大的一部分是讲在唱我们的生命，就是离不开就是生命跟生活，对，就是这样的，其实也很简单。 是门巴族嘛，然后，当然我自己的声音跟这个那个调子，在保持我门巴族的这个原生态的这个东西的基础上，我会接收像我们有蒙古族的，有新疆的这一些音乐的这融合。 他的声音非常美妙，啊，而且他的这个来源于这个雪域高原的这样的声音，是在全世界来说，应该这种声音都是所有的人听到都会非常感动。 条路会走，这条路就是旅行者要走的路，因为我们的音乐会，把这种就是自然真理、一种真善美的这样的理念，通过我们的音乐，去传递给每一个人。长时间的模仿，可能15年、20年在模仿。
后来有一次我有一个机会听到了冬不拉的声音，然后我就问人家这是什么乐器，这张唱片呢其实是作为一种尝试，就是结合了这种非洲的乐器啊，还有新疆乐器，还有这种民谣的元素，我们当时也是在尝试，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以后的这种风格呢就还会延续这种风格，然后再结合一些新的，包括一些电子呀，包括一些实验的音乐。队里面，有的时候就是，只是作为一个人声，然后有的时候是有歌词的，有的时候是没有歌词的，就是表达一种情绪。我的歌，这些老歌都是从我奶奶那儿，我奶奶口传教给我的这些老的歌，